哦，过了。这一棒打到了右半边的飞球，三分全垒打。对，打到球的瞬间就这是过分。哇，这一球打中间方向的飞球，结果捞下去没有捞到。江亮伟这一没捞到，那就麻烦。还好漏得不远呢，所以现在小胖是上到三垒，第141胜，可是通通都没有拿下来，而且吞下两败。这球打到游击方向，接到之后林祖杰转身传一垒，这边是奥斗，二垒上的跑者没有动，林鸿玉回来得分。对，哇，这一棒打中间方向，中外野手向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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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着球出去了。朱玉贤本季的第20支全垒打，让场上蓝米狗扩大领先优势，现在是2-0。这个打到那个摄影机的上面了，还好有那个棚子挡到，不然会直接命中那个摄影师哦。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哦。哇，这一球打得扎实，右半边敲出来打。现在中华职棒的比赛里面最主要受到的考验，好，现在看到林祖杰这一棒中间方向的安打，在一出局之后接连两支安打，从这边呢。都已经动起来，这一球打到了一二垒之间，又穿越二垒上的跑者，绕过三垒，姚宇翔要冲本垒，黄靖伟赶快传回来，结果要抓三垒这边也没抓到 ，all safe。统一现在追了一分回来，1-2，只差一分了，而且仍然是一出局，一三垒上有跑者，跑者是7、8、9三棒各敲一支安打，这一棒拉回来，结果一二垒之间又穿越，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，双方现在回到2-2平手。蛮一致的会比较好。对，这球捞起来之后，右半边右外野手向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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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去了。苏志杰本季的第13支全垒打，同时也是队史上的统一的队史第2000支全垒打。而且另外一方面的重要是呢，在场上帮助统一把比数给超前为3-2。哦，过了！这一棒打到了右半边的飞球，三分全垒打。对，打到球的瞬间就这是过分。所以接下来就确认，嘟嘟的第141胜，再等一等。整个6月都等不到。这个是真的，在数据来看。这一棒打到了右半边，结果还是哎呦，黄靖伟最后一刻跑过头，结果打在手套上之后掉了出来，野上的跑者绕过二三垒回来得分，郭富林现在要上三垒，结果还爆传，而且是不是直接进了休息区？没有，应该后面有补位，投手一定会跑到三垒。对，两好两坏，这一球打得扎实，右半边的飞球，这一次林胜杰锁定接杀。三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了，统一现在多掉了一分之后，目前4-6。许豪宇接着上来打击，许豪这球上来打击之后打到右半边，结果落地形成安打，林胜杰稍微漏一下之后赶快捡起来，当然这影响不大，对，这成绩都一直展现出来。好，这球打到了右半边，没机会，没机会了，三垒安打是没有了，但是蓝米狗再多拿一分，现在7-4，困难了，因为他是一个。比较晚熟，然后运动年龄可以拉比较长的。哦，结果没有出棒。挥一棒落空，结果再见了三振，解决掉了朱元琴。林柏佑一上来之后，连投了三个三振，解决掉了在九局下半统一的最后进攻，所以中场 Lamigo 就是以7-4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，同时呢，也让场上呢，在上半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，统一是吞下了败仗。